有钱，我们不是给你看过？嗯，给你看过。你随便看看。嗯，那好的啦，肯定的啦。本来，对不对？ 大家好，我是阿波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刚从外面回来啊，买了点牛肉，一斤多一点，花75块钱，晚上吃顿好的啊。妈，哎，贵不？嘿嘿，没那么硬呀。没那么硬呀啦。哎，没辣椒一点。那个前天那高边那边的那个牛不的，还没得喂，喂了不？也喂了不点，没得嘛。没得喂啊哈。嗯。
那成了永阳多油漆的回来，永阳白天得了嘛啦。嘛啦，他油漆是这个嘛，这个油漆的他也打都是我外放的。外放不给得的。我要接我都拿给你们啊，我的回来。我都来远啊。那我的还。这个家不要不用我把钱的。可以玩哪里的呢？我把钱啊。你多钱？嗯。那种把地方对不？会给了。把钱啊，就把地方的嘛，那少气功哦，严冬气哦，冬的水的这个嘛。再见，完了不讲那个了。